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各位护法信徒，所有青年朋友，所有的有缘人，大家吉祥。再次邀请大家一起献上内心的祝福，大家可以透过诵持观世音菩萨圣号，诵持般若心经，乃至于抄写心经修持，让我们以行动来祝福我们此次的疫情能够早日远离，更希望我们透过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修持功德力，让世界早日和平。马来西亚佛光山护国习斋总回向线上祈福法会将于6月20号早上10点举行，欢迎大家一起参与，让我们大家集气来为此次疫情能够献上我们的最诚挚的祝福。阿弥陀佛。